那第一局比赛也开始了。反压，洪子强拉过去，他第二阵型又反手反压过来啊。是。洪子强就有一点来不及的感觉，就转不掉阵型，他反压出来这个球啊，球速是真的是相当的快。是。球速就是快啊，实际上重。会球啊，是这个连拿四分啊，是也是他的球的质量非常大，球速快，非常快。所以洪子强可能一直到目前为止适应还没有那么好，是不过一个好的选手啊，他开局的时候即使适应不好，他慢慢渐入佳境，是要能够调试过来，这才是一个真的好选手，是一个好选手，是。那第一局一开始，廖振廷就连拿了五分。廖振廷能够抓紧洪子强这个球，直接一个反带回去。是。哎、好球。这球。失误了。是，这球对一样的，对他们来讲，这种难度都不高啊。是，应该是可以很轻易的可以打得进哦。有时候选手总会有失误的时候。是。廖振廷那么重、所以整个来讲，廖振廷的攻击性啊，攻击的破坏力会比洪子强高一点。是。但是洪子强好，他的好处就是他的台内球控制的相当好。是。球要进球，我们洪子强自己反失出界了。哦，小失误。这个球拉得够边边角角去了，这个谁来都救不到这种球。是。但出手也够快，所以角度又够大。目前比数来到10-4。廖振廷的球，他的质量真的是比较重一点哈。对。球速快，所以洪子强有一点，目前为止是可能还在不是很好，还在适应当中啊。是。那第一局，廖振廷11-4拿下。来不及的感觉，虽然他上前来不及，
所以你这个球就往外带出去了。是。面对廖振廷这种球品来讲，洪子强其实应该是调整，让自己出手稍微再加快一点。是。他的球速快，那如果不跟着快，那有时候会就被球就被带走了，是，就带飞了，整个气势也会被带走。观念，他洪子祥的观念是很好，先带起来一板，然后整个往后来。廖振廷即使防守到了洪子祥，整个加一板就是致命的杀的杀手，但是就是全感没有可能没有进球。目前比数来到3-3。洪子祥发球。调试的过来了，这第二局他总得有个做一个调整，然后洪子祥，要自己能够先上手。是。那洪子祥抢上手抢攻的那个意识是很强的。是。那当然尽量不要让廖振廷抢先上手。是。因为廖振廷上手，洪子祥要防守，事实上就比较困难。一防就是出界，一防出界。是。那这个之所以这个防守出界常常都是，第一个就是出手太慢了，所以往前带这个速度太慢了，所以常常一防就是出界，那慢的就是因为廖振廷球速快。对。目前比数4-5。拼了一板，这一板拼直线的，而且他的球速快，所以他拼进了就是他的，拼不进了就是洪子祥的，是，他就是把这种打算。现在来到5-6。这样又想那样，结果到最后结果都不是，这个力量没有全部出来。本来我看他本来应该是想要反手去带这个球带起来，是，后来好像又决定不要了，是，结果失分了，模棱两可啦。所以这种球是在球场上都要快很准啦，是，这个反应要够快哦。原则就是。尽量洪子祥能够抢就先抢，是，能够抢上手抢上手。比数来到5-9。那廖振廷上手了，洪子祥就不好接。是。以目前为止的状况来讲是这样。廖振廷想要来一个远球。下网了，是。这个控本球，廖振廷这个控本球控得真好啊！他真的什么球都会打，这个打法多样。就是比较全面性的，对，质量高啊。是。廖振廷突然，他本来都是很快的球速，这个球突然拉一个慢慢的那一种球啊。是。洪子祥本来重心已经稍微往后退了，结果一看，哎，不对了，这个球那么慢，
上前的时候就吃旋转啦、啊，因为这个时间差就吃了旋转，球就被旋转出去了。是。这球有点运气，还好，好像是擦边吧。有一点像要跟他拼搏长球，做长球的拼搏，他不想再跟他玩短球了。前第三局比数来到3-3。现在两个人互相要对阵的，廖振廷是希望跟洪子祥打长球，而洪子祥是想要跟廖振廷打短球，再来起板找机会起板。哦，那就看看谁能够把球控制得好一点哈。哦这个廖振廷拉球到最后这一板球是拉失误了，因为这整个身体的协调没有做得非常好，没有做得是非常适当哦。洪子祥这一板球侧身打得漂亮哈。失误了，这种球，事实上这种球带起来的话，洪子祥就不好打了，但是自己就带失误。
绝对可以到位了，所以又被拉平了。球会失误掉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而且是8-8。现在如果洪子强赢了这一轮下来9-8，那整个情势大有可为啊！是。这一球。11-8，第三局还是由廖正廷拿下。那在第一点由台湾体大获胜。目前画面上进行的是公开男子组团体赛的冠军赛，那是由辅仁大学对上台湾体育运动大学。那目前赛事进行到了第二点的第一局，那刚在第一点是由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廖正廷来拿下。那在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，有关更多的赛程都可以在全大运的官方网站来去查询。可以看到林英儒啊，他进攻的欲望相当强，而且他的连续进攻完了以后，第一球起板起来以后，是后面他的连续性相当的好。是。目前比数3-1。哎，杨恒伟也知道林英儒这个拧球的可怕，所以他干脆就发一个长球，让他去拉了。是。因为那个拧球距离太短了，是很难防。是。所以干脆我发长球给你拉，可能你拉过来我还比较好防。是，哇，这球很漂亮，非常往下去，是，结果林英儒还能够把它救上来，结果一救上来，他还有把球往后切，结果球就往后弹回来了。是，哎，杨恒伟这个球是连打都打不到，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选手哈，他能够哎临危不乱，是。这个林儒这个撇这个角度还够，真的是够大，拉一板过去把杨恒伟吊到他的侧身位以后，再来一个撇一个大角度出去。让他上手，不让他拉，所以自己会勉强自己去攻击，因为勉强，所以会造成自己的失误也会相对的比较高。有很好，然后我这个球拉的距离是真的够长，球几乎是点在那个端线。关键上面是，哦，林伟他出手够快，那杨恒伟事实上他就退半台来打，是，因为他稍微退后一点，争取自己的反应时间，是，
那林一儒如果打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时候，他退这样刚刚好比较方便打。嗯。但是所以这样就是怕对手打的角度太大了。目前比数7-6。整个相持球来讲，杨恒伟似乎不输林云儒啊。是。到目前是。杨恒伟他的战略就是自己稍微退半步来打，增加一点缓冲时间。要反应很充的时间，稍微退后会比较好打一点。是，比数来到8-7。但是这样就是怕对手撇一个大角度的球，撇那个大角度的球，因为角度大的时候，你退后角度更大，是那就更难打。那球速在很快的情况之下，事实上有时候要控制球的落点，是也没有那么容易控制。这场球双方的相持球是很有看头，是观众能够一饱眼。目前比数，杨恒伟这位球手能够认识他，是偶尔有时候也会有大起大落的时候，是偶尔也会。光辉不是会有点不如预期的。是。所以心态要稳住，这个。看看杨恒伟这样，两边相持球，杨恒伟看起来似乎偏。并不输林是，他就是稍微退一步来打。是。目前比数11-10。赛事已经进行到了第二点的第二局。传球一拉，一拉丢了。目前比数来到2-2。杨恒伟相当不错啊，第二球先加压带一个大脚步出来啊，让林一儒来不及到位啊。用上手，然后就出手要够快。杨恒伟骗不掉，骗了那个林一儒一下啊。林一儒以为他是要发他的正手位短球，要
侧过去，要过去那边，要过去那个领球的时候，然后我突然发一个直线球，骗他。比数来到8-5，三分的差距。那被拉开的感觉。对。哎，你发现失误了。这个就是要突袭画一个长球。是。要运动队要拼长球，结果自己画了失误掉。球来的时候已经吃旋转了，没有压好。11-8。第三局比赛开始。去攻击林育儒的反手边，不让林育儒用正手回击啊！然后他一拉到正手去，林育儒正手反拉回来，那一板球杨伟反而不好打。速度够快啊，我直接过来就是球一弹起来马上就是反压过来，是可以。这一球是杨恒伟
拉的角度，拉在正手位，结果林一儒可能他预期的并不是这个位置，所以突然出手。那突然出手，球拍就没有怎么去很确实的去打到球。见到的这种失误啊，还他一个失误，林一儒一个失误，杨恒伟发球失误，哇，杨恒伟这个。直线拉得漂亮，因为反手拉一个直线，因为林汝是站在他的正手位的部分，对，那杨恒伟反手拉这个直线球正好在他的反手位，林汝必须要大角度的移位过来，那整个移位过程可能就是不好去做最好的防守，不容易做。杨恒伟现在反而超领先，反领先一分了，是，现在6-5。持球，这一种球，这一种球就是，当双方在相持的时候啊，有一方去压制对方的时候，那像杨恒伟刚那球有一点被压制住了，往后退，那往后退放高球，那林一儒一般放高球来讲，常常就压制对方的反手边，压制对方反手边，自己再来找最好的机会再来出手。球他往稍微往后退了以后，事实上当林汝最后拉过来是一跟要跟他反拉，不能只有防啊，你直接防那林汝一板接一板，你防不住，是，所以就是跟他反拉，丢了就丢了，防也是丢啊，失误掉了。挑这一个球啊，事实上已经挑得还不错了，但是林一儒直接顶他的一个直线呢，顶在杨伟很深的反手位，那杨伟来不及了。是，方达如果能够赢下来，那洪子祥能够再赢下第四分，拿李嘉升这一分，他们的算盘是这么打的，我个人猜想是这样。那第一局的比赛也开始了，目前1-0。拉到李嘉升的正所谓李嘉升一个软弱的防守啊，结果没有过网哈。这个叫廖振廷又发挥他的专长来了，直接在台上一个强拧球，拧一个对角线的球哈。再来一个，然后李嘉升直接拉一个
极限球到林一儒的正球位，让林一儒来不及过去防守啊。蔡振亨下领球就撵到天上去了。这个球打得够凶啊！这李嘉森就是顾忌林一儒，顾忌着林一儒的出手，所以他自己接发球就失误掉了。现在双方来讲啊，两边台体大这边是顾忌着林一儒会出手，所以他们就要抢先来出手，是啊，所以这样就容易失误。那以福大来讲，应该是蔡正安先把球处理好，那主要的得分钥匙就放在林一儒这边，蔡正安把球点，像这个球，蔡正安把球点布好了以后，那让对方不好出手，那钥匙就交给林一儒去保管了哈。比重，李嘉森拉一个很长极短长的球，蔡正安必须要能够把球控好。哎呦，蔡正安也是紧张啊，守得紧啊。他把球点控好就对了。蔡正安不要乱丢球，把球点控好，能得分最好，不能得分最好让对手不好出手。那接下来就是交给林一儒去处理，他们这一个组合就是这样来处理，是每个人有各自的工作。林一儒这个球踢的落点变不好了，双方目前打到的 deuce。 球，蔡正安挡在前面了。其实蔡正安这一分球是不用领这么凶啊，是想办法先把球控好。在第一局由辅仁大学以12-10拿下第一局。蔡正安这个球是打得还不错，但是被人反手一板打掉了。
实上这个球落点是还好哈。球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模式。蔡正安不断丢球，林英儒来得分，这是辅大的应要思考的整个比赛的模式。这个球就球控高了，球没有控好，高了就不好，这要防守也不好防守了。哎，这个球，廖振廷这个失误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球啊。分球会得分，其实还是在林英儒拧那个球过去制造出来的机会啊。那蔡正安补上这一把，啊，这个模式就是这样，海平鲁来得分啊。是。失误了，林儒拧球失误出界了。是。哎，对。哇！这个球，林英儒防守，目前比数来到6-6。接发球，一个马上失误，一个制造误，制造机会给对手去拉了。事实上，蔡正安主要的就是必须要去负责把这个球点能够控制的，怎么样让对手不好上手，自己又不要乱丢分。其实不指望说蔡正安能够从他手上直接获得多少分数，但是他不乱丢球。最主要的就是自己不能乱丢球。那以李嘉升跟廖振廷这一组组合，他是从国中、高中就开始一直在配这一组双打组合了，他们的默契已经相当的高了，非常有经验。是。哎，这个球。林英儒又想拧球，又想切球。现在变成林英儒非拼不可了。那林英儒要一直拼，一直拼哦。有时候他自己的失误也会高啊，因为他只要稍微可以的球，他就要拼啊。好球，蔡正安这球漂亮。落点整个撇一个直线球，撇得够漂亮了。
这个台体大这两位选手越打气势越旺啊。蔡正安这一球，蔡正安这个球，因为这种球速啊，蔡正安在移位中，事实上也不好去控制这个球。哎，这一分发球失误了。台体大这一组双打越打越凶啊。是拼命的拼，然后结果因为就是什么球都要拼攻击，要拼，所以失误相对的就会多啊。9-2，台湾体大暂时领先。哎，哇，神来一笔，廖振廷这一分防得还真是好哎。李鲁已经领得够凶了，廖振廷还防一个直线这么漂亮的球，越打越凶，越打越顺手，怎么打怎么进。是再度以11-2拿下第三局。那在第三点的比赛，台湾体大拿下，判断得出来。每一场选手的表现都很难说吧？是，有很多选手昨天赢了，今天再碰到同一个对手他就输掉了，都有这种情况。那第四点第一局的比赛也开始了，目前2-0。想今天怎么搞的？哇，李嘉诚这个球角度拉的这么大，李嘉诚今天看起来状况是真的是不错。这个回球高了，李嘉诚这个接发球，因为把球拖那么高，洪子祥还是要跟他控短球。嘉诚已经这种球发了三个球，让洪子祥直接拉掉了。哎，脚步都没站稳了，两个人在互相移位，在互相调动脚步。6-4，这一种都是不必要的失误哈。又来第四个，丢了第四个，李嘉诚发了四个这种小三角的球，全部被洪子祥得分。不发了，干脆发在中线了。因为他发了四个小三角的球，全部是洪子祥得分，有三个是马上一拉就得分的。
触网进，把球改球触到网子，改变了节奏了。控管球还是洪子祥的专长。这个球很接近哦，那球是很接近台面的，小可惜，哎，可惜啊，差一点点。哎，洪子祥这个球没有上前去拉，那整个脚站在那边，如果再上前个一步的话，这个球会更好打。嘉兴这个接花球有一点随便了，哎，李嘉兴后来就不敢再花了这个小三角的球，几乎就是花在中线偏右的部分就好。插网进球，哎，哇，洪子祥自己拉丢了。要伸多一个软趴趴的球，洪子祥在后面啊，没有上前去，结果这个球往下掉那么低啊，洪子祥不好处理。算准李嘉森会带到这边来，所以咱侧身位就拼他一板去了啊。洪子祥发一个不转的球，让李嘉森自己接发球拉球就失误掉了。那这个球不转的是很有隐蔽性的。想防守相当不错，在整个防守里面他还能够把落点打得这么漂亮啊。哎，那敲到板边去了。其实以他们这种对阵来讲啊，发球尽量不要发那种不长不短的正所谓出台球，因为这种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很好拉啊，放在那个正所谓正好出台的，倒不如看看要拼一个长球或是
放一个半出台的短球来讲呢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好球，好球，哇！李嘉森这个球啊，那整个带的角度，带的相当不错。那洪子祥已经到位了，但是洪子祥自己又打失误掉。想要挑啊，这个球没有，确实把身体稍微撤开来。那在这个位置啊，有时候手要伸出去要收回来，好像不上不下的。扳回一局啦，是1-6，几乎年龄就相仿的，所以几乎都会碰得到。是，那他们对于对方的这个他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，所以就是看双方谁的临场状况比较好。是，这个球路都不用跟他们讲什么啦，当然。教练在旁边还是会做适当的指导啦，但是双方是熟的不能熟啊。哇，李嘉森这个球，洪子祥打一个擦边球啊，李嘉森还能够救得过来，结果洪子祥自己打失误了。这个李嘉诚带的这个球质量不够啊，让洪子祥一个反手就直接弹出一个大角度的球，李嘉诚连摸都摸不到球了。这个右手对左手的，你在反手边让他带出这么大角度的球，是根本没有什么机会。嘉森是勉强出手想要带，但是这个球又不是很好带，因为刚刚好要出台不出台的又不是很高，所以这个球要拉事实上也没那么好拉，勉强出手就失误了。逮到一个网边的高球啊，就是不客气了，收下。嗯，洪子祥发出一个侧上旋的球啊，李嘉诚一撇到出界去了。同样的，洪子祥也是收下这个球，哎，这种都是在网边高球啊，对他们来讲都是难得的机会。拉这个球有一点好像擦边的感觉吧。好球，这个球洪子祥侧身侧得够快，侧身拉直接拉一个直线球。5-9，辅仁大学洪子祥领先4分。
加深这个球，发一个重重的下旋球，洪子祥拉都没拉起来，比他预期中的还要下旋还要重。9-7，比数又是慢慢的又追上来了。这洪子祥是不是要考虑先跟他玩一些短球再说吧？两个人在。李嘉升回一个球过去，短的又不够短，高的又稍微高了一点，洪子祥就飘掉了。洪子祥拿下。第三局由辅仁大学洪子祥战胜李嘉升。李嘉升拉一个弧圈，这么转的弧圈球，所谓弧圈球就是，速度并不是很快，但是球的旋转要够强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把它统称为弧圈球，这个球可以冲一板球出去啊，这个球跟刚刚的球性质是不一样的，这个球是直接前冲快速球。那弧圈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它的旋转，它就讲究旋转力比较强。好球，洪子祥防了一板以后，赶快逮到机会上前再补上一板得分。观察来讲啊，洪子祥应该是尽量不要退那么多，尽量就是在前台打就好了。因为他能够控短球，没有的话他就直接在前台打，尽量不要退。因为李嘉升有时候那个球过来的时候，会有一些那种人家讲的是小便球一样，那很慢，球速很慢，那慢到。那洪子祥啊，要击球的时候，那个球点都已经非常低了，那就很难过。擦完，是啊，这样打没有错了，洪子祥，因为就是在前面打。不容易把比数追上来，再来一个发球失误，李嘉升叫暂停了。这个时候叫暂停是对的，因为要4-5落后一分叫暂停都还有扳回来的机会。那如果万一再多落后，再丢1-2分，如果再丢个2分的话，要拉回来机会就相当小了。所以现在叫暂停回来，看看要做怎么样的技战术的指导，或是在心理层面上面啊，给他做一些怎么样的调整，怎么处理？哎，那叫暂停是对的。不能等比数拉开了以后才来叫暂停，那比数一拉开要叫暂停，有时候真的是都来不及啊。当然也没有说绝对哪什么样的情况是绝对对的啦。洪子祥回去这个球节奏稍微慢了，李嘉升出手又太快了。
廖胜树打得有一点急啊。这个反手，这个直拍横打来讲，直拍选手这个直拍横打，反手勾出去的角度就特别大。哈哈哈！哎，这个球为什么？因为李嘉森硬要侧开来，那侧开来可能地板啊有一点涩涩的感觉，那他脚就整个脚被钉在地板上面，屁股往下坐了。那这种球就只能祈祷洪子祥没有回进，一回进他就马上丢分的。球，洪子祥这个球拉得漂亮啊！哎，路线，结束了，洪子祥3-1胜了这一点。是这一局由洪子祥11-6。拉一个斜线球，蔡正安直接一板就往前反压回去了啊！蔡正安现在就是拼了，拼了！这个球侧身过来就直接就是拼。第一分了，接坏球回的还真的够深啊。这蔡正安很积极的想要侧身过来等球，要上手了，结果杨恒伟一切出台出界了。现在是背水一战啊，打得非常的积极啊。这样就是对的啊，因为球一有机会就是一定要积极的上手。杨恒伟连续拉两个啊，最后蔡正安是直接想要发力去反打，结果就出界啊。突袭一个长球，
而且这个球是一个有一点带前冲的感觉啊，蔡正安就要回球就来不及啊，因为这个球是有突袭性。目前双方比数6-6平手。杨恒伟在打球就是稳扎稳打啊，他的防守能力是相当不错的啊，尤其是退到中远台去的防守能力，哎，你看看这个防守真的是不错。哎，他在被动的情况之下，第一个防回去斜线，然后再来压一个直线球，那蔡正安连反应都还来不及反应，球就已经过去了哈。这个就是防守，在防守里面呢去找空档。这球是杨恒伟发一个不转的球，有一点类似不转的球，然后蔡正安一切就出界了。第一局杨恒伟11-6，第二局就开始了。那一个慢慢的球啊，杨恒伟这个节奏没有掌握好。机会掌握好，哎，这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种选手要放短球啊，就是。最怕的就是短球没有放好，放的变成高球，啊，这种高球对选手来讲，对手一定就很好打。蔡正安这个球不错啊，直接在中线的部分领一个球到杨恒伟的正手位去。杨恒伟这个球他应该是没有料到。又是一个长球得分，这个有时候就是突袭长球啦，但是这种球不能多啊，偶尔来一下子就好。哎，其他还是以短球为主。蔡正安发球，直接被杨恒伟碾掉了。啊，这个彩球蔡正安是前面拉两板，杨恒伟是真的是防得相当的好，但是问题是蔡正安这一板球是拉的角度够大了，这个球是要防也不好防了。自己挑球失误了。蔡正安还有这个反方向的那刮，有点球拍好像用刮的一样啊，这个球也不是切，它也不是拱，也不是撇，用刮的把球给刮出去。
这个球就是杨恒伟没有把身体确实的撤开来，所以球挤到身体这边来了，他勉强去打。那这种球啊，稍微身体如果能够再撤开个一步半步的话，会比较好打一点。蔡正安现在领先，所以他敢拼了、啊。不过这个球他是没有拼进，啊，没有进球。那、这样的拼法，事实上这个球这样打是没有错的。球，这个人家台语讲说他丢地方，那就踢到铁板了。蔡正安如果像这种球如果要撤，就干脆一板就撤开来了，否则就直接就撤开，就拼他一板了。对，杨恒伟这个接发球太过于小心了，这个会不会再来一个长球？长球是真的是一个花一个长球。哎，两个相持球，结果蔡正安占了上风啊。还有一个局点，这个局末点，看看蔡正安能不能在自己的发球权上面能够拿直接拿到局末点。拼了、这个球就是直接拼掉、因为一个局末点逮到机会就直接就拼，我们去处理这些球哦。哎，蔡正安这个球怎么回事？是球突然台面上有灰尘还是什么，改变了弹跳吧？哇，蔡正安这个球还真的是敢拼啊，刮长球来直接跟他拼啊。这个球没有什么准备哦，要拉球以前这个准备不足，所以太冲就出手了。蔡正安自己想要捻一个直线球，结果自己捻失误了。
所以他很大胆，都可以直接上球，直接上球来调整。是。那个领先那么多了。目前就来到10-5。杨明伟发球权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发球权里面掌握？掌握住了。11-5，拿下第三局。比赛也马上开。在两分差里面都很好处理，是，被拉开到4分5分了、啊，就很难处理了。现在蔡正安这边叫个暂停。在杨明伟这方面，他应该是可以很放手、很放心的来打这一局球。是。那反而蔡正安呢、啊，他的压力是相当大的，因为第一个他。这一局目前是落后3分球，而且杨明伟好像气势正在旺的时候，从第三局的尾的后半段到这里，他整个气势都非常的旺，所以蔡正安相对的压力一定是非常的大。都回到场上，再继续。目前3-0。我们看看蔡正安。杨恒伟一个劈长，直接让蔡正安来拉，但这个劈长是有加转的，有加转的劈长。但他即使能够拉起来，事实上质量也没有办法拉得很高啊。是。哇，比数拉开了。5-0。这个球蔡正安是乘胜追击，赶快再往前面去打。那如果稍微再慢一点，让杨恒伟后退的时候啊，这个球杨恒伟又可以防得住啊。因为杨恒伟在防了中远台的球啊，他什么样的方式都有。是。所以防中远台的球，杨恒伟是防得相当不错的。怎么打怎么丢了。
拉这个慢慢的球啊，这个球怎么突然拉成这么慢的球出来呢？连续两个慢球，这球还真的是漂亮哎！突然拉一个直线球，而且这个球刚刚好就打在球台的边边角角上面。对，我是打出气势来，所以什么样的球都。对他来讲都不成问题，是他可以很放心的去打。是，哎，比数来到8-4。这个球是比较不应该出现的失误。这个球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容易打的机会球。擦到球想要前冲，结果就忘了摩擦。冠军点了、啊，是。刚那球是那个自己拉下网，没有抓好，是自己拉下网。收下冠军，恭喜台湾体大的杨恒伟拿下第四局，以11-5。那在这边也恭喜台湾体大获得公开男子组团体赛的冠军。